烤两包都不要紧，来一百块两，这个鱿鱼圈带走你哦。来，明天先给吗？来，留一口一百块，不要大哥的给你。来，一百块来，一百块鱿鱼圈。哦，差不多。大人也招。那包肉掌啊，包肉掌啊，不要你。来，一百乐鱿鱼圈一百块，最后两包了，还有人没买单的吗？赶快。最后一包了，来一百块，快了，来小姐要来，来这几包，来啦，这几包，来一张五百，一张千，来我卖，过来，最瞎来最瞎，来看你存点，这样你还你高一点，工资来哟，好，我嘛唔使，谁呀呵，谁呀都给来哇。来，药膳，药膳最虾的人家啊，再等你贴冰给当家，解冻就能吃的。但是这个最后一箱了，你有买到好皮，不买到你唔好想去。这你餐厅吃贴冰，给你吃一克就几啊个，两克就五百。老要吃的，我讲，我卖你五百无够俗。上厉害的内底这虾不是白的哦，内底虾是草虾哦。解冻就好吃的最香，每五百四百来三百块，这两边两天等于价。三百一种给我。三百，三百最香三百，这样吃哦，两天五百，我卖你三百，给你考虑哦。这样你要吃吗？你要不要吃个上几天？我爱吃人背。来三百了，我爱吃人背后的。来吃最香，来三百块来，来两天三百，搁上你吃。三黑哦，来最香三百都有了哦。这好东西我不要那只吃，吃好给我来。来喝，阿要吃虾来，来六个客人吃，不用五百，不用四百，要吃虾三，卖三百啦，这样就两百块，来两百块啦，要吃海贝两百，来六个人客免喝，我带我请，五个人客，我讲我带吃烹调，因为我的虾真正甜的，全部吃卖卖六个，五个四个人客吃。这一盘都给你们四个客人分一分，来两百块。阿北北，黑暗动作快来，来大哥你好，来冷饭过来，两百块，走了。第二期这边是新达港观光旅馆，你设定茄定区大发路八十八号，高雄茄定区大发路八十八号。阿妈哟，好阿妈嘞，来我要吃鱼两个，来五百过来，我要收点鱼两个，阿大条，是啦，这上大条的啊。这四个你等下甲煎一下，做好吃做香的哈。啊，同款切片滚沙拉，我来讲，吃两包四条鱼，五百块买袂到，开四百，来三百块完，再鱼来三百块来，要收拢个大条，惊死人！这直接是咧惊死人，特别高的鱼啊。爽吗？来三百多，三百一听一爽，你看好我来三百块多，三百块，我帅哥拿旁边来。包您免五百，来三百了。炸鱼卵哪有那么便宜？来三百块，最后两位炸鱼卵三百块，不碰不笑啊！我真正是好白话啊，放在这遐大条的。来炸鱼卵三百块，最后一位了。来三百块，炸鱼卵最后一个人的，这已经熟了，你回去煎一下，切片温沙拉得。来三百块，我今尾啊就一个月无看下你啊！我来今日来炸鱼卵三百块，足骨烂的，你怎么拢无晓存的？哦，来，阿要吃百七啊！哎呦！志文带他女儿过来了，你今天你要招待，咱开心招，我现在没百七啦，五百，来，不啦三百啦，要吃百七啦，两百过来，百一开好啊，来，今日四百哦，来六百哦，你八百哦，来两百过来，快讲啊，头家无滴，吃个送你，总共免你十百，送你八百，来两百过来，百一开好啊，先做好好，来最后一个人提百七啦，来两百过来。阿妈袂甘买哦，好啊，这我随买啊。来两百块来买一，够人要整买一，来两百块都有了吼。谢谢，来阿妈来。阿妈五个人加买大粒的呢，惊死人，才大粒。哎，来一百块来，这样买就一百块来。哦，来，大哥来拿钱就好了。来一百块，你鞋倒哪回来？你肯会吃倒啊？你就是爱倒，怎啊回来？来，来吃拢哦，四个客人来，来拢会啊，拢会。好，是要大粒。来，哎，鸡腿酥来啊！哦，鸡腿酥我顾不给来别人端，来我这样哈，一包一百六，一百八，超好吃的。伊我较早买迄个白猪哥好食，两包三二三八的，来两百块的，这无亏啦，真真自己做烹做好食，来两百块来，两百，鸡腿酥两百块来，来两百块来，给你说不是一包哦，两包三百来两百的，超好吃的鸡腿酥，一点来呗，真正好食，来两百块来。然后想不要大碟了，买两百个人要吃鸡腿酥啊！
来，大哥要，哎、欸，这个真的要买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我们自己有吃过了。来，冷霸后来，我记得是冷霸沙发，冷霸后尾杯来，给推手龙准备来啊、哦。这个我们那是一包二八九，可不可以爱上面来？龙虎还是吧。我昨天才看到我们那边包二八九，五八跟他借进来。那麻烦你等一下，谢谢。黑人是不是啊？我你跟他讲得啊，你可别讲我爱客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没有把哪一家说出来，所以我敢把价钱跟你们说。没讲，没讲，我花三百来，三百块来，我花三百，你只要我白花算。二三百。来，黑银三百块来。两百。来，三百块啦，黑银有哪只啊？这盘啊，管太伊啊，来啦，唔客啦。我黑银找我白花冇啊。啊，这盘啊，侪啊。好啦，赶快啦，四个客人啦、啊。一个看外块，下边剩一个。来三百块，一个金娃娃，来黑银三百块，来这也袂好，来三百块了，进来，要钱冰块冰块，不要忘了，赶快送冰块给我，来黑银三百块，最好两个人可以来捞出来，别来，来三百块都进来，来虾仁三百块来，动作快啊，黑银，来炒饭炒面哈，来最好一个人给黑银三百来，三百块最后一个了，来三百块，黑银各人都快点把黑银。弄装备了，虾仁，好，谢谢。来，阿哥边上。哎呀，各户，嘿，你录啊，你录啊，哈，你买条未啦？阿伯哦，来，你两包啊，看买几份拢会使。后边咧包啊，后边咧包啊，来，有要食牛肉汤的，唔免五百七百。五百哦，不是汤了哦。加三份好吗，虾子？虾子加三份哦。哦，来，牛肉汤一包百，两包鸡鸭鱼有要食，开三百咯，三百块来，五百汤有人要食吗？一包两百，两包三百。拜讲牛肉汤多少钱呢？等于在南边做的自助拌面就搞定了，三包三，每日三包不够，十七包都请。来三百块，给等于猪牛肉面。多少杯五百汤来造呗？造啊！加杯的，来两百的，两百块来。来五百汤两百块，我你加双块来两百的。五百，唔是讲汤俩，来两百块来。三包四包，你煮的啦。来两百块牛肉汤，都有人要吃大哥要哦。来两百块来。进来五百坑冷棒，来最后三位喽，没有牛肉汤喽，各位把握机会喽，来冷棒过来，进五百坑拢快了，牛肉汤，最后三个客人都有了哈，好谢谢。来过来有没有？那你讲送完要给我哈，一块。送完你讲。送完免五百，送完免四百，送完免只开三百两百块完。来，我来送完真正好吃，无买过去，来两百块。来两百块送完，来两百块。够人爱食，讲完了无客气呢。来两包，我一个买尔呀。讲完讲够。我这里面无吗？我较平平啊无。来，够人爱食，讲完了两包。两百。两百块给我，赶快，爱吃爱一包我交费。是开了，爱吃包袂透呢。来，今日讲完够三包买着，来两包过来。来两包个。六个买，五个人加食了。我无可能卖一个尔啦，你若买着做伙卖卖来，做伙了了，恁互恁食好爽快。我来讲完好食无？你问买的人，今日就知我来讲完好食。来两百块来，两百块，一人捧一罐，等于煮萝卜，等于煮汤，免五百，一罐三百，一罐两百了，两百块来，五个客人吃讲完，来两百块来，最后三位客人讲完两百块来，真的好吃，煮汤萝卜，真叫你下来挑嘴，我不敢煮，来两百块来。来最后一个客人购买两百块，就三百块掉，购买两百块，通通备了吗？购买两百块，通通有了哈。好，谢谢。欧阳城吗？我被叫欧阳城，带我取代过来。来挪威进一片，来多上百倍掉，免五百四百来三百块来。一天来八十万，三地四地，你来三二遍来三百块，三百块来。挪威进一片，来先交结单钱，来五地好啊，来四地太紧，六地好啊。七条哩，来三百了，来挪威进一片，啥物价？进来。三百。来三百，好来。你落鱼多就穿这喜欢，他多真有钱个，好啊。他七条三百呢，啊大只尾哦，啊无八条哩无，头几下无滴个，五百啦啊，卖你三百有够俗。我苏宁哥送你一条石片，来三百块来。挪威的进一片真正好食，来三百好得。来，这边去送你来，三百了，三百块来，各位姐来，大哥要，你搞哟，搞起哟，来三百块，够人都夸了哦，挪威进一片，真的很好吃，来，六点来，七点来，八点来，这边去送你来三百，三百块，最后一个客人，挪威进一片，弄五杯两杯，加杯瓶三百，弄完哈，好，谢谢，来，挂汤面，凤头西来了，
野肉猪排哦，吼，够有诶，够有诶。来，啊，迄个板烤鸡腿排嘛有，我诶新诶新口味的。来，这一条一条大肠，两条烟肠，这个叫做塔香酸酱酸肠，哦，塔香，迄、那个酱烧酸肠啊，看，讲台语啦，我讲国语总爱念呢。来，一包一二九，他们的官网自己标一二九，两包二五八，老人们酱冷霸，或者怎么煮不用煮了。这全部拢是啊，而且免问导游，搁免问遐，免拢唔免问啊，足好食。我咧已经食几啊包去啊，来两包鱼啊，我来两百块的，两百块来，真正好食。帅哥，你有买过吗？上个礼拜有哦，你有食着无？讲真诶，我嘛有食着，真正袂歹食，一包够互你。等于这啊，一包一组半，你切大肠面前，安尼就是一组半。这三组，我迄半组卖剩，这三组买鱼啊、到鱼啊、青鱼，我卖两百块够了哦。来，一包够送，来两百块来，来，今日酱烧双肠，来两百块，大肠面前来两百块，两百块拢准备了。安怎恁是足久毋捌食大肠面前来呀？那你想看吗？我紧来，你多少块？欢笑尔，拄啊开始食菜，拄啊开始食春，这两包唔免，鱼啊五来两百，一百块恁试食，100块嘞，100块，大肠面前真正好食哦，有没有骗你？你若无试炸过吼，你用小块鱼，啊甲煎落烧就来100块来，试吃试吃，来香肠、大肠、香肠来100块，卖鱼啊唔卖服务正业咧卖大肠面前来，今日100块汤，100块拢装咩料呗？拢装药了吼，哎，这个真的好吃。用同选的才好吃，看起来有点倒霉的。来，这虾几个边？这不是虾啦，搞个蛤蟆啦。来蛤蟆啦，搞要搞虾螃蟹。啊，这你也有蛤蟆哦。来啊，铁路猪排，虾特别好啊哈。来，铁路猪排来，就是那个排骨饭，那个排骨啦。红椒嘞，做好吃，来200块来。来四碟五条，来六条，来七碟八碟，来200块少少咩嘛？两百多大哥要吃，那不搞点，那不十条你好啦，吃好爽快啦。铁路猪排来200块，来铁路猪排搁做哦吼，来四碟，来六碟，来七碟八碟九碟来十条你来铁路猪排，真的好吃哦，来200块哦。来六碟，来八碟，来十碟，这还哪几六鱼啊？来200块得，来四碟六碟来八碟哦你，来200块，来铁路猪排来。来，我看到等我等我，各位各位，各位无来恁买哦，各位嘞，来十条你来，来谁没拿到的？来四片，来六片，来现场买八片，来十片，铁路猪排，来现场买，有些铁路猪排特价商品就只能现场买，都拿到了哈，来200块够好了，好谢谢。哦，阿哥边上算你呀，我这边算你去吧，全部盖结啊，看你要几片给你。来，我们假借叫三位啊，我拿来给你。板烤鸡腿排，我物件伤多，有当时也袂忘词。你无过来，我面请这熟的啊，你去叔叔遐食，一支四啊五，袂香不会辣。板烤是类似烤肉口味那个味道啦。哦，来，我要食三支百里，四支五支来200块，招前面板烤鸡腿排，有人要食无？200板烤鸡腿排，五支200，有人要食？这加热就好了，加热就好，它已经熟了。来六支有了吧？来七支有了吧？来八支。来高级，来十条你来200块，九姐妹来200块。板烤鸡腿排，他大杯炸哈，头给马伯弟来，再掏上你两滴，12只给你，来200块来板烤鸡腿排，来200块，来200块来，到时我上高用别给别给去用冰糕花嘞，来200块来，来六滴，来八滴，来十滴再上你两滴，来200块来板烤鸡腿排，够难不买着不？这个真的很好吃哦，没有常常有哈。这是鸡块白煮的哦，吼，来八支，来十支，来个三连两支，来200块，来烤鸡腿排拢关了吼。哎，加热真的很好吃呢，来200块了吼。来板烤鸡腿排，来虾啊，发钱了。来虾啊，发钱了，我来发算你啊。你安尼准备发虾啊？嘿，嘿，好在没整个，你看晶晶的，够来虾啊，上面来。来买两份要拿两包哦，买一份就买一包。我来虾啊，来。来，虾啊，多三百来，这两百，这两百，虾啊，两百，几个？等等嘛，好的，来，谢谢，来刷你来，刷你3个人家，人家，三个，最后三个了，不要1000，不用800拿钱，来500块来，500块，三个人家，我来安尼无啊，三个人家有啊，你
金的收入不够，有时候跟他请，有时候两个嘞，这三个算多算少的问题。截稿。明细的，啊，卖在那里。有时候就是，对啊，都爱讲。有些东西是拉客人用的嘛。哦，拢讲迄七楼，迄个都爱讲，都爱讲一句。还不是你耶。来吧，起来来。按照这个时间，大概来，我们假扮起来开三百。各位进入梦境，我就不找各位。两百块开好，等你免台啊，来两百、八百、十百哦。两百分。来两百块五分哦，来两百块，两百多少钱啊？要不要这样啊？我来讲，应该可以当收钱啊，好爽。不收，不收哦。来两百，来看好，你若要假扮起来做迄金钱，加十百卖两百，就收完了，开好。我退了一千哦。将个送你。来，有要吃优衣库的来，一包一公斤，唔免三百二啊，我两来一包好了，三个人给你啊，无啦，一包一百块也给你啊，最后两包有啦，有一圈，炒饭炒面这三块，来一包好了，最后一包有啦，来一百块，好来干净无啦，哇哇，微信微感受啊，来带落啊，带处理啦，无啦处理包面，来什么人多，我咪忘记，我来不好意思，我找下机会啦，我点无忘记，我多袂记。来过拜了啊哈，老啊老啊，来要吃尾鱼黑尾鱼哦，这不是尾鱼，这是黑尾鱼。啊，但是我当作称啊，袂认得。来三个人给吃，卖要一千块八百，来五百好玩。我往称三个人给你哦，这称啊足够的哦，这有称啊哦。哦，来五百好，最后两位我往称，几个来了？好，算了，我来。哎，对，我的蛋蛋啊。快收。这两个。对啦，你咪往全部两餐我讲无啊啦，伊讲收够啊啦，这歹势啦。你慢吃，我要对你对呢。三个人，来偷兔鱼哦。来三个人过来，过来带间全偷脱开来。有啊。来小香肠哦，他多无买着小香肠了，还有我这边。来喜欢脆皮小香肠的，免五百七块，来两百块来脆皮小香肠。在哪里？罗志忠这边在新达港观光渔港，高雄茄萣區大道五百八号。十五条哩，免两百八，来七百块的。来，要吃香肠的动作快啊！一人一份，一百块来脆皮香肠，都有了啊！七百块，多少小姐妹叫？我们家香肠真的好吃呢。只有一位啊，只有两位哦，一个人十五条，你没有听错。来七百块，多少姐妹了啊？来，你等我备账一条要不？来啊！你这边我看你还没时间，人背很沉背你啊！来七百块来，七百块多少人？来个背，背起来我一百五条。来减托特，背起前面背八五百块，外国人背好凶。来三百块，三百块来减托特，来背三百，来三百块来。来减托特三百，来背加减托特。你蛮花色个对啊。这一片就将近两百了，因为这无包面，两包就四百，等于三包，七包多啊？你什么人？来七包多你啦，来三包了，一人加包多，来三包过来，一片不到八十块，所以很包面，二里斤，来十几条，卖三两啊啦，被我冤枉，我甲乌人的毛病，我甲这拢有，这大家拢有。不是加减，是大家拢有。哎，几多有啦？每天都有啦，我无骗你啊，大家拢有啦。因为夹土豆我无走，我老爹南北算足够啊。哦，来三百块，到三百块了，来钱就过来。做只你唔通去洗啊，啊会使洗，但是茫搞进水哦，因为夹土豆夹大啊。来三百块，来钱就过来，来钱就过，到三百块了。对啊，土豆关掉啊，来。
来三百块。来谁好单啦？谢味棒，来谢味棒，梅果棒，梅西棒。来，谁要吃谢味棒的？一支30块，两支、四支、五支，来七支、八支，来九支、十支、三八的，来两百块。帝王蟹棒，谁要吃帝王蟹棒？几个买？来，头家无滴个啦，我再个五支请你，好不好？15kg 而已，200块啦，一个人拿15只，这个解冻就可以吃了，煮汤煮面可以，加15只200块，通通有了哈。来，帝王蟹棒来解冻，赶快递我一个。来，爱食蒜头的那边500、400，来300块，绝对超了。来，先叫一个300块的蒜头的，来，大多无买着，记得先去看了。小心拿那个六份重哦。来吧，其他来几包你啦？五包几轮过啊？来，爱食巴西辣，苹果巴西巴来三，来不是啊，靠呀，帅超哥啊，谢谢哈罗。五包几辣？好，谢谢。哎，帅头哥，500，买300，好来招一个人去吃无？徐多丹，来300块，来300，啥物吃头哥？来300块，来帅头哥，有人去吃无？来300。300块，来帅头哥，来300块，今日有人要吃无？来，这是小朋友，来300块来。哎，帅头哥，我要买个鸡哦，来招姐弟当，招你欢喜啊，来300块，贵耶，几嘞啊？几嘞个啥？这位放晒，来，我这种啊，哎，眼前啊，对，哎，眼前，这位放得分啊，最好，来300块。1、2、3、4个客人去，我跟你讲，这才500块，老板，各位过来现场买。对，吹对吹对，红酒，没过半，没七八，来300块，来4个客人而已，赶快拿钱，来300块来，大地动个小地面，来300块，最后两位了，鳕鱼头刀，算你下8块了，没吃吗？对，吹对吹对，最红酒，500没问题了，来300，最后2个客人，来300块，帅头哥都没来啊，都来啊，谢谢。不希望来 N 前 K 呀，来小香肠谁买的？哎，什么香啊？一饼啊，来小香肠来，谢谢。来阿哥别讲浪费了，我不然没给你钱了。阿哪接到没得？我哈，来看好啦，这给你来啊。打到吗？有输了吃小腿，真正好吃，一包一公斤，这边你看，谢谢啊，回去你加了就好吃了，一包要360，哦，后面加没360，350，来300块来，哦，专门的呢，输了吃小腿，我来不加嘛，来300，多好吃啊，一包只要好吃，没我发现，300来了，200块来，厉害哦。一人一包，200块，小朋友真的会喜欢，200块不然没给钱哦。聊聊好嘛？哎，少年，保利龙七楼大厦 A 了嘛？对了，这里他去接哈喽。那龟辛苦在那吵啊！你搞地黑，来一包，唔免二啊五，两包来八个，一人要吃。